天哪，又长胡子多了。赶紧到网上买点药。完了，这一盆也被传染了。查一下有没有杀这个红蜘蛛的小妙招，先顶一顶。红蜘蛛是繁殖的太快了。哎，这里说可以用洗洁精来哦，刚好我这里有洗洁精。这个洗洁精、风油精、肥皂等达到一定的浓度是可以杀死这个红蜘蛛的，但是杀死不了盆里面的这个虫卵，要不了多久它又会复发，而且这个浓度达到一定的话对植物是有损伤的，所以不建议使用。那要怎么办呢？你是要给花浇水吗？土还是湿的哦。我要用它来消灭红蜘蛛啊。这个花盆稍微倾斜一下，让这个水喷它的这个背面，因为红蜘蛛一般都在这个背面。搞定了。这么神奇，真的没有红蜘蛛嘞。别高兴得太早哦，因为这样做的话只能暂时的控制住这个红蜘蛛，要不了多久它又会复发，所以想要根治它的话还得给它用药，等药到了第一时间给它用哦。买的药终于到了，赶紧去买。立夏说这个20厘米左右的盆给它买2勺，我的花盆这么大估计得买4勺了。我是立夏，我是立冬，关注我们，带你远离养花的坑。